留在身旁，远呀远，倾尽一生时光。谁是白月光？我盼着天亮，留下你，用情百计千方。是我说了谎，人爱已荡气回肠，却唯独不敢对你声张，只让我独自品尝没有你的时光。我不知不知的悲，回禀大王，天牢的看守我已经增派了，就算是刺客想要动手也办不到。好啊，大王，您白日去天牢看望公主之后回来就一直在思索，公主是跟您说了什么吗？她说她想亲自查案，而且要求在破案之后解了她的禁足令。哎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公主还惦记着禁足令？他这是逃跑之心不死啊。公主真的有办法能抓到真凶吗？他很坚持，而且他也跟本王说了他打算如何做。刘军，你明日召集所有宫女去天牢，把白珂和蝴蝶也叫上。是。本王也打定了主意，如果真破不了案，本王就算当一回昏君也要保住他。大王，您这是？岂怕一个人在牢里，本王实在放心不下。大王，您要三思啊！要是蝴蝶真的惊动了长老院的话，事情就棘手了。他是本王带来化兽的，本王有义务要护他周全。就算真的惊动了长老院，本王也得为了他搏一把。公主，我们先找个地方避雨吧。来，公主，走。带了这么多没用的东西来逃亡，连个能生火的都没有。你如果实在觉得很冷的话，你靠着我。我原本以为我们今天一定能回大夏，没想到